我在地铁被当成了偷拍狂。哎，有什么？哎，我操！谁呀？我呀，一起来的，刚打电话那个。哦，行，那你们唠吧。行，走吧。哎，这点好。你他妈来了呀？你跟踪我是吧？谁跟踪你啊？人中间给我打电话的。你给我出去！谁让你进来的？我不出。哎呀，这大阳台，这大客厅啊，有就住着了。不是你还阴魂不散了是吧？谁阴魂不散呢？我手机给我摔坏了，你就得管我。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那我报警了。你，哎呀，你跟我这刚来杭州的人生地不熟的，那我住桥洞吧，你别有什么罪恶感就行啊。等会儿。干嘛呀？我想了一下，你住这可以，但是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 手机修好了，你必须得搬出去。还有这个月的房租你出，还有家务活你全包了，还有你只能睡沙发。你这他妈全霸王条款你！你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对了，我叫图图。手机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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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哎哎，别你别。